不用再必须躲着孩子们，不用再站在寒冷中，不用再感觉自己总是被人评判，不用再担心自己有口臭，戒除这笔开销，赶走口臭，不再被烟瘾控制，不再咳嗽，不再感觉自己像个异类，不再气喘气短，不再总说自己打算戒烟。戒烟就要戒掉与吸烟相关的一切，戒了烟您就赢了。